过也是干。啊，你多吃过什么？星期六，我而家就要去槟城嘅市区乔治市古迹区，而家就要去一个叫做 Hind Bus Report 嘅地方。呢个系一个充满文青啊，充满啊艺术气息嘅一个地方啦，有咖啡啦，有艺术嘅市集啦。最主要就系要去支持我一个老师，今日佢哋会喺嗰度有一个摆摊嘅摆摊位嘅活动啦。就睇下发掘下，睇下佢哋有咩惊喜啦。来到市区的古迹区啦，左边这一排呢就是槟城很多的店铺。哇，已经很久没来到这个地方，哇，真的换了很多店哦，的气氛都很漂亮哦。这就是 Hind Bus Depot 啦，它的前身呢就是一个巴士车站嚟噶，而家就变成一个文创嘅一个空间啦。咁喺度不定期咧，都有一啲艺术嘅展览咯。真是一个很舒服开阔的空间，也都是影相打卡的好地方。咁我好喜欢这个地方咧，就是因为它被很多的植物包围住啦。所以感觉上咧就系好凉爽，同埋好悠闲啊，成个气氛系好好噶。睇下今日有咩精彩嘅摊位可以发掘嘅。我呢个系卖嗰啲。好忙忙啊！嚟到我个美学老师嘅摊位啦，佢卖嘅饰品系好特别噶。品原本是沉没在海底400年的明朝青花瓷器，咁俾澳籍嘅荷兰人阿 Ben 打捞上嚟咗咧，就改制成为好特别嘅饰品啦。由青花瓷器改制成为嘅各种饰品，系咪好典雅、好独特呢？就有好多嗰啲装置嘅艺术啦。睇下系点嘅先。又嚟到食晏嘅时候啦。我哋点咗炸酱面、饺子同埋桂花糕，嘅味道都好唔错噶。咁我哋就打算去隔篱食甜品啊！
哋嘅甜品到咗啦 ，waffle ice cream。嚟到檳城咧，就會見到好多呢啲戰前嘅老店啊！一場嚟到順便遊車河，欣賞老街嘅風景。順路咁就嚟到好著名嘅汕頭街啦，不如落車睇下有咩美食啦！这个对面呢就是很出名的鸭粥和这个龟杂、啊、很出名的我们叫做果条汤辣椒生睇上嚟真的很美味啊，可惜今天吃饱了，下次再来试下啦。香和清寶涼，咁清寶涼又叫做四果湯，是大熱天時的消暑甜品。這個就是 Ice Kacang 紅豆冰，這個紅豆冰是很豐富的料，上面還有一個冰淇淋。好像是冰淇淋，这个是出名的炒鬼雕，不过时间还早，所以就还没有 人潮。饱饱还是要回去了，好多谢这个美好的下午时光，也好多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